吉安乡推动了社区发展屡获佳绩，而今年提报的南仓社区代表花莲县参与113年度卫福部社区发展工作金竹月社区选拔绩效组评鉴，而拿下了甲等佳绩。乡长尤淑珍与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到社区贴红榜祝贺，勉励肯定社区志工伙伴们的携手努力。吉安乡推动社区发展，今年荣获评鉴三冠王。吉安乡公所获得公所组优等权限第一，南昌社区是卓越组优等权限第一，甘城社区获得绩效组优等权限第一。而其中南昌社区代表花莲县参与113年度卫福部社区发展工作金卓越社区选拔绩效组评鉴，更是拿下了最高殊荣甲等佳绩。再一次感谢花莲县政府以及来自于全国的委员们给予吉安乡满满的鼓励跟肯定，让吉安荣获花莲县评比三冠王。从南昌金卓越社区以及甘城的基幼社区，还有吉安乡公所荣获全花莲县在辅导社区的业务的特优奖，满满既是给我们工作人员以及吉安乡公所的鼓励，希望我们带动社区的发展共好共荣，能够服务更多的乡亲，带来一股让我们乡亲可以适性宜居，乐活就在我们在地安养的一个美好的共愿。有社区发展协会的共力志工，你们最棒，也谢谢大家一起铺陈吉安施政。吉安乡长尤淑珍和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亲自到社区贴红榜祝贺，肯定社区伙伴们的努力。陈家富处长也转达了县长徐正卫的祝贺，并且表示县府会持续支持各乡镇市社区朝金卓越绩优目标来努力，携手打造银发乐活的环境。花莲县吉安乡南昌村赞。谢鲁慧吉安乡报道。